现在到这个抚州服务区了，哇，现在个山西境内好冷啊，一直在下雨，感觉比之前我们待在杭州那边还要冷，只有7度，我看那个温度显示。现在停在服务区做饭，我们的食材都没有多少了呀，今天做了最后一顿饭之后就没有吃的了。先来做一个这个面，做一个拌面，然后之前买的这个粉丝扇贝，2袋买一送一的，然后今天来蒸一袋。然后冰箱里面就没有什么吃的了，那么就鸡蛋、番茄了。等下把它当臊子，就没了。明天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明天的话，应该就能到广州了吧？今天还有800多公里，我们开得太慢了。刚买了个正新鸡排，好吃。现在来做饭，现在先来把这个粉丝扇贝给蒸上。这个一袋是6个。我们有感觉两六袋，个完全不够吃呢，这个就当个怎么小说零食，小零食，还是不错啊。这个番茄还可以啦。对，把它蒸上。我来准备这个番茄炒蛋，等一下直接做个拌面。能放得下哈，应该。放得下。哎，它这个还挺大的，还有一个。对，还可以啦。这都跑到这里来了。不错，来把它升上。这边用卡式炉，然后我这边用电磁炉来做，刚才把外电给接上来的。我觉得我们特别喜欢吃那个番茄炒蛋哈，这个当什么臊子都好吃。这菜也简单嘞，我也会吧。做拌面的话，把那个汤汁稍微多加一点，然后勾一点芡，这样子拌的话，汤汁是稠稠的。对对对，可以加一点点水在里面，然后再熬一下，然后勾点芡。这个用来做那个盖浇饭也特别好吃。对。OK，非常简单的一道菜。这边把面给煮上了，就等着吧。这个已经好了。好了吗？看一下。好了。好香啊！夹出来，先给你吃一点。好没有啊？好，那么先尝一下好没有啊？肯定好了呀，这个真的挺快的，都蒸这么久了。之前在那个盒马吃的对吧？它那个蒜蓉特别多哈。对，但是它这个是一种包装好的。对，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。来尝一下吧。先等一下，可能有点烫。我现在来尝一个吧，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个了。之前我们在家里也经常蒸哈，然后自己好像做过一两次吧，基本上都是买了这种冷冻盒在盒马吃的。对，因为在成都那边其实想吃这种海鲜那些就没有特别方便。这次买的比较划算，他买20块钱一袋哈，他买一送一就是10块钱一袋的。可以，好烫啊。来吃一个吧。好吃。面也好了。我特别喜欢吃面，我觉得面真的特别的香哎。感觉这个面还是蛮劲道的哎。就是买的那种粗一点的。我想突然想吃炸酱面了。我也想吃，但是没有肉哎。对，可以自己做炸酱的。可以改天买点肉，做点炸酱，然后再包点饺子。对，差不多，一人一半。我这个女孩子不能和你吃的一样多。
我要少一点。你消耗什么呢？这一份要好看一些，因为可以这样浇在上面。这个也一人一半。这份有点少了，再多点。好嘞，这是你的，撒点葱花。这是我的。你的。你的嘛，我吃这个。对，我吃这个。我吃这个。今天就把面这样拌着吃了。对，去了新疆之后，我就特别喜欢吃拌面。你这个味道不够重啊。对，还不够重。我感觉其实这个面，我感觉做成拌面也还是可以的。弄个那个青椒肉丝。对。要重口味一点的才香。我给弄过油热。这个是我的，和一下。好，感觉这个先把扇贝吃了吧。对，我感觉这个臊子不够多，有点。我觉得有点少了。可以弄点什么辣白菜啊，那种下饭菜吗？嗯，可以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拌面味道还挺好的，就是臊子有点少了。可以吃点这个辣白菜来下。嗯、这扇贝也挺好吃的，这个吃的挺快的，都吃了半罐了。给你。我觉得在服务区能这样还不错啦。可以可以。嗯。去里面吃很贵，我这份面才买了多少钱吗？买了3块钱。2块钱的。2块钱哦，2块钱的，成本还是很低的。哎，这个面感觉还是挺劲道的。如果去服务区两个人的话，再怎么也要60-70吧。对对对，它面卖的很贵啊，里面。好，快吃吧，外面雨越下越大了呀，非常的冷。赶紧吃，吃了继续赶路。我觉得我们以后要经常自己做饭。我觉得自己做饭，我觉得做了又非常好吃，而且又省钱哈。你看，我刚刚我们两份这份面，我这个一份有1块钱，鸡蛋。才多少钱嘛？其实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到10块钱的成本，嗯，对，然后还有粉丝扇贝，那一袋也才10块钱，吃的这么爽啊！对对对，对，一系里面吃的话，20块钱可能至少是一碗面哈。嗯、对，最便宜的是20了，有些20多，除非就是很有特色的一些，我们去吃一下，基本就自己做。反正我的厨艺还是可以的哈，相当的好厨艺。现在在这边加个油，就准备出发了。好像还有点远呢，还有700多公里呢，要开9个多小时。今天可能开不到了，要多开会儿啊。前两天我们每天是开了对200来公里，今天争取多开一些哈，慢一点哦。今天多开一点，明天争取稍微早一点到，因为天黑的比较早嘛。